这个盒子的结构还比较精巧，因为它有一边我们推测可能是像荷叶的结构，另外一边可以打开玉器作为里边盛装的一个物品，它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地位。它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它应当不仅仅是质地好的一个材料而已，它会不会上面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信息？这是我们最关心的。